一些 DM 可以索取。那旅游中心下方呢，在过去那一栋是洗手间，那我们坑道里面全程是没有洗手间的。那我们来这边最主要是参观。508公尺，平均高度4.6公尺，平均宽度3。在金门的羊宅那边有一个戏院的地方，老街戏院那边可以参观军中人员的拍摄场景，还有在金门小径的特约茶室八三幺那边可以。
闽南式的建筑物。那在看台的左手边方向，树林港的位置就是厦门的方向。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到。方位角。
面连线。